你别想搞破坏，害大家输掉比赛。比赛赢了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不爽韩杰。刘玄志宇，好好吃哦！您怎么那么厉害？是韩老师教我的，我们一起加油，把之前输掉的比赛统统赢回来。我不要彻底的感动，他还要我留下来跟他一起为师大运动。身为一个厉害的料理职人，就是要有本事颠覆食材原本给人的刻板印象。 代表又臭又硬，这是内心柔软，所以说自己吧。我要吃的不是榴莲，是精彩。原本有一家叫 Series 的餐厅，竟然跟我们并列第一名。听说他们的行政主厨是个女性，而且是个东方人。你相信我，我绝对会证明，你100%绝对是喜欢上韩姐。又来，我没有。我方小柔可是调酒师，哪有那么容易醉啊？ 我喜欢你。可是我都不记得你们两个昨天聊很多哎。那个害他手受伤的学生，到现在有没有良心不安？其实我就是那个学生，小柔对谁都很好，就是对当年造成意外的学生耿耿于怀。你个人一直都这么好吗？这点小事还好吧？那如果有人不值得你对他这么好呢？ 对不起。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 有破折才会有我们，不能沉默，双脚在颤抖，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你需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 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的粉红的过程。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 有破折才会有我们。你干嘛跟我说对不起啊？该不会是因为？ 我知道了。嗯。我跟你说，哎呀，我这个人哦，喝醉就是会乱讲话，所以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当真哦。 你就随便听听就好了啦。况且我怎么可能跟你告白嘛？哈，所以你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哦。哈，没事没事。好。哦，我不是因为你拒绝我，所以才在这边找台阶下哦。越描越黑啊我。你很介意昨天的事吗？ 介意？没有啊，谁介意啊？我没有介意，我没有介意。哎，下雨了，好冷啊！韩老师，昨天晚上到底你们去哪里，做了什么？可不可以跟我说啊？不要问，你会怕。
我不怕，来吧。我忘了，我被你一下之后突然失忆了。失忆？失忆很奇怪吗？这是世界上最常见的病，通常偶像剧主角都会有啊，你懂的。真的耶？哎，你看你啦。韩老师，我不是故意的啦，我就一时冲动嘛，sorry 嘛，好像是魔道的声音哎！半夜魔道，现在农历七月，太恐怖了吧？哎，有什么好恐怖的？走吧，我们去看看。要啦！没人呢、啊，一定是我们听错了。走啦！哎，同学，结果，哎，结果，哎，有大事情啊，同学，你们听说了吗？昨天美容科有人看到鬼。哎，你们快点过来看，四平校园新传说，放学后有鬼会在料理教室磨刀，真的假的？还做料理嘞。请在七日内转发给你的七个好同学，以免放学遇到鬼。我要传给你们，你传给他们。不行，我要传给你们。进教室，好朋友行。哎，进教室，太屌了！哎，阿胜，最新的校园传说，赶快鸡排跟板凳赶快准备好啊！什么校园传说啊？学生闹鬼啦！无聊，我跟你们讲。听说十多年前餐饮科的教室发生过一场意外，有个调皮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不小心害老师的手受伤，变成残废。学生很自责，因为他记得老师说过一句话：厨师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双手。这句话好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哎，总之呢，在意外发生满一年的那个晚上，他跑去了料理教室。剁，终于剁完了。最后，他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我终于把手剁下来了。”你抱我干嘛啦？你先抱我的。走。不过，他为什么要剁手？很痛嘞。因为他很自责。那后来呢？后来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死掉。从此之后。在每一年特定的日子，料理教室就会传来怪声。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意外发生的日期就在这几天。真的假的？阿胜，你很讨厌。我们跟那个学生无冤无仇，没什么好怕的。对啊，刘轩说的对。我们在料理教室那么久，也没有遇到过。哎，你别铁死，我跟你讲，
上次遇到的坟墓上草已经长这么高了。啊，不然我们找一天晚上留下来探险，怎么样？怎么样，数得差不多了？老师，十大鱼二十条，二十条。十七加五，二十三颗花椰菜。胡萝卜三十条。三十条。不对啊，阿胜，你刚才说十七加五是二十二吧？哦，二十二，二十二。躺着，你数学老师在后面。快不爽了啦！你又骗我，谁叫你那么好骗？你们两个，祝福二位。张老师，苹果、日本茄、芒果数量都有缺。有缺？其他没有问题。奇怪，我们前天不是才点过吗？怎么会有缺？啊，韩老师，你是不是有额外让我们做练习？如果有同学愿意课后留下来加强练习，只要跟我申请，我一定会准的。但是照目前的情况看来，如果不是仓库养了老鼠，就是有人不诚实咯。老师，到底少了多少食材啊？明天派人买来补习就好了，反正都是给同学练习用的，小事啊，花在我身上就好。所以在你头脑里面还是认为能用钱解决的都是小事，对吗？对啊。Time is money， 与其大家这边浪费时间，还不如我花钱解决问题比较快。大家就不用谢我了。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很替你未来的餐厅感到担心啊。第一堂课我就已经教给你的成本观念，还有大家去找食材时候告诉大家的，不要用价格的高低来衡量食材的价值。都没听进去吗？又是我的错，你就是要针对我就对了。哎，麦子，韩老师，麦子他只是想要帮忙啊，不然这样子好了，如果食材缺少的部分暂时不会影响到上课，那不然我来处理啊。老师，我也来帮忙。如果要采买的话，我可以帮忙提一点。好，那刘璇，你陪阿胜一组吧。好。我也吃素冬菜。很好，那就交给你们四个人负责了。刘璇，你就和阿胜一组；艾米就麻烦你和麦子一组了。韩老师真懂我，老师偏心，你每次都让阿胜跟刘璇一组，这次换我了吧？就一堂课，把握时间。好，我不想跟麦子一组。哎呀，大家都是一起出发的啊，跟谁一组有什么关系嘞？不要那么在意啦。好啦，只有一堂课的时间哦，我赶快吃饭啦。刘璇，走吧。好啦。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上过了刀工、选料等重新练习基本功的课。今天我们要往更深一步来挑战，那就是调味。老师，我知道，就像我阿嬷的干面，酱油跟黑醋的比例永远都是1:3，那种比例啊。就是专属于阿嬷的味道，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要各位想想，如果以蛋为主题，怎么样的料理适合世大运选手们的早餐呢？不能沉默。双脚在战斗，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你需做些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着。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
间到。马崇盛，你的这道料理不仅为运动员考虑到了蛋白质、纤维质、淀粉、油脂等平衡摄取，就连外形也很加分，不错，有进步哦。阿盛，你的爱心蛋好可爱哦，你是怎么想到的？当然是因为你啊，你是我的缪斯女神哎，是你给我灵感的。麦子啊。你的日式拌饭好有创意，看起来好好吃哦。来介绍一下你的早餐。我的是日式纳豆拌饭，佐生鸡蛋。我每次都很佩服你的创意，真的。但是你没有考虑到一点，万一蛋不新鲜怎么办？还有纳豆，它是属于发酵食品，它的味道很独特，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接受。万一运动员根本不吃，或是吃了肠胃不适呢？这是世界级的比赛，哪有那么弱的选手啊？那岂不跟马宗盛的阿妈一样弱？你到底是多爱我阿妈，整天念念不忘的。怎么样？既然我们是要为世界级的运动选手调配料理，就应该把所有运动员的需求都考虑在内。你又那么会讲，你是能做出什么样的蛋料理？洛梨的营养价值很高，它的果肉内富含了脂肪。但饱和脂肪只占了 2%， 其余的都是不饱和脂肪。含糖类2.7到6.7%，是属于一种低糖类高能量的食物，就算是糖尿病患者也能食用。还有，我们这次的运动员呢，需要大量的体力，食用它也可以补充大量的能量。再搭配一杯台湾在地的木瓜牛奶，兼具饱足感和均衡的营养，这就是我的蛋料理。这颗外硬内软的榴莲还真贴心哎。方老师，你怎么会来？我来看阿妈。阿妈，老师啊，怎么样？你身体好点没有？好多了，谢谢老师。不会啦。你们今天这么早就要收摊啊？是不是生意很好？对呀、啊，多亏老师帮忙。啊，常常在麻烦你们，不好意思哎。没有啦，我也没帮什么忙啊。老师。阿嬤不是说你啦，啊？不是说我，那还有谁啊？韩杰，你来这里干嘛？我就刚好过来附近看阿嬤忙不过来，就煮煮面了。啊？真的假的？韩杰，你真的是面恶心善呢。谢谢你的赞美啊。这位是Raymond， 我的 partner， 包小柔，学校同事。嗨 ，Raymond 你好。好吧，我刚才看到里面还蛮多备料的，为什么今天要提早收摊？提早把摊子收一收，我要去当义工。义工？嗯，阿妈今天要到附近的明道国小帮他们足球队煮饭，阿妈只要一有空啊，就会去帮忙哦。阿妈，你好有爱心哦。那又没什么。那些小小运动员哈，运动量大啊，吃的又多，他们这年纪哦就需要营养，我们也没办法帮什么大忙啊，就只能做这些了。对了，我听阿妈说，明道国小他们的经费不足，多亏他们的黄教练啊，四处奔走，阿妈也是被教练感动到才去帮忙的。哎，韩老师，你觉得如果我们也带这些学生一起到明道国小替这些足球小将做义主，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啊，一方面可以做公益，一方面又可以训练学生如何处理大量料理。好啊，就这么办。嗯，我们一起去。哎，好好，这个好，这个好。来，先收一下。韩姐，你待会有没有空啊？我上次啊，看我爸在用炒锅的时候，发现他的把柄有点松脱，万一哪天起锅突然断掉，那就超危险的。所以我想要买一个新的送给他。哦，你还蛮贴心的嘛。那当然，我在想你对厨具比较了解，所以想麻烦你帮我挑一个。当然。锅子我送他吧。为什么？你帮我准备了这么多世大运团扇比赛的资料，当作我一点小心意咯。资料是我准备的，那你为什么不对我表达点心意？那你想要我怎么表达？那就这个吧。Oscar， 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耶，ça va？ ça va， merci。Oscar。Raymond，这个名字好耳熟哦。我听说世文这次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国际知名厨师姚新提来当比赛的枪手。姚新提，嗯，辛迪耀。哎，学长，你认识他哦？嗯，他是我在瑞士的同学，我们的成绩不分上下，总是轮流在争第一、第二。你什么时候到的、啊？前几天刚回来啊。啊，前几天、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你是温振宇的同学吗？喂，你是？我是。哦，这位是方小柔，我学校的同事。这位是 Cindy， Cindy 是这次世文高职邀请回台的料理课做讲师。你怎么知道？我昨天才调查到的消息，正想告诉你。欧洲料理界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凭我的人脉，打听不到吗？什么意思啊？你跟欧洲料理界很熟哦？当然啦、啊，橄榄餐桌的 Oscar Ham 就是韩姐，你不知道吗？啊？你知道吗？他是知名的米其林三星餐厅哎，主厨兼老板叫 Oscar Ham， 哎，跟你一样姓韩哎。但是我相信哦，他的个性一定跟你天差地远。我啦，很痛哎！这没什么好说的啊 ，Cindy 也很优秀啊，她是欧洲 Siri 餐厅的行政主厨哎。不过我有一个更重要的头衔，那就是 Oscar 的未婚妻。真的吗？你说呢？看你的反应。该不会是我的情敌吧？情敌？啊，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怎么可能是他？怎么可能是你的情敌？不管是不是，你都赶快放弃吧，因为我跟 Oscar 可是命中注定的。哦，命中注定啊！你什么时候决定回来的？当然是为了追随我的偶像啊。哦，真的吗？嗯。不要跟我说你出现在这里是要跟踪我了。当然不是，我是为了买上课堂的锅具才碰巧遇到你的。你说，麻烦你。
小柔，你干嘛你呀、啊？我没事。女生说没事，就是有事。你肯定有事。我有这么明显吗？干嘛？吓死人了啦！怎么我吓人你才吓人啊你？农历七月不要敷这种奇怪的面膜啦！哎，什么我奇怪你才奇怪好不好？莫名其妙垂头丧气，而且你看我都坐在这边多久了，你才看到你反应很慢。什么方小柔，起来！哦，你是不是见到我们的校园传说？我就跟你说要早一点回家，你知道现在那个料理教室有多可怕吗？有很多学生都垮掉鬼啊！我遇到的不是鬼，我遇到的是欧洲料理界的传奇人物。谁啊？你知道橄榄餐桌的负责人 Oscar Han 就是韩杰吗？哦，不会吧？很傻眼，对不对？你现在才知道，我才傻眼好吗？连你也知道，这不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吗？那全世界就我一个人不知道啊？不是啊，就算你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你有必要那么沮丧吗？我有很沮丧吗？你的脸上呢就写着一副我很介意、大受打击的脸，说你要不要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韩杰，他有未婚妻了。谁啊？从哪冒出来的、啊？我怎么听过？啊，该不会是鬼门关跑出来的吗？哎呀，不是啦，他就是那个世文高职是世大运请来的指导老师 Cindy Yao。哎，没关系啦，他一定很丑。很漂亮。他一定很胖。很瘦。他一定很台。人家从欧洲回来的，气质超好。他一定心机很重，不要做人身攻击啦。他很大方，连跟韩杰打招呼都是脸贴脸呐。天哪，我希望这是特写，我希望这是真的。别闹，不要闹，不要闹！你冷静点啊，冷静冷静。这个时候你还有办法冷静吗？你到底有没有跟韩杰告白啊？啊？我不记得了啦。鲍老师，对不起。你要跟我对不起什么？原来他跟我对不起，是因为他有未婚妻了。小龙。干嘛啦？振作一点好不好啊？就算你不记得你有没有跟韩杰告白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就去破坏他们的感情，横刀夺爱才是爱。哼！哎。我知道他是谁。案子他是谁啊？他就是这次世文的指导老师 Cindy Yao。哇靠，老师长这样也太正了吧。这上表特版一定被推爆。真的哪有正啊？我觉得还好啊。蛮正的啊。等一下等一下，我有问题啦。什么问题？这有没有中文版的啊？唐小叫你读书不读书，他叫姚星体，是去年被评选为明日之星的亚洲女厨师，30岁以下得过这个奖的不超过5个。我前几天有看杂志介绍，说近10年最受瞩目的亚洲厨师是曾经被评选为最佳厨师的 Oscar Han 耶。能上美食评鉴有很了不起吗？能上时尚杂志比较屌吧。有啊，那个 Oscar Han 就上过 Elle、 Times、 纽约时报这类的。哇，蛮厉害，这么厉害。那有没有什么欧什么卡的照片啊？不会自己 Google 吧？我也想看 Oscar 卡照。好哦，上课哦，大家各位。你
讲什么讲得这么开心？哎，给我。Cindy Yao 跟最佳主厨 Oscar Han 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 New Star， 来自亚洲，他们同样都用中西方的食材，多次震撼了欧洲人的口感。原来他这么厉害，竟然可以跟韩杰相提并论。哎，老师，啊，人家有正妹主厨哎，这次评比我们会不会又被海放啊？去年。我们就连世文的车尾灯都没有看到，哎，对啊，怎么办？放心啦，这一次我们有最佳主厨啊，不会输啦。最佳主厨，最佳主厨是？嗯，谁啊？高，他不会介意同学召唤身份吧？啊，我知道了，该不会是温老师吧？唐小刘，我看你是猪吧 ？Oscar Han 怎么可能姓温？汉难姓韩呐，白痴嘛！姓韩，韩。橄榄餐桌负责人 Oscar Han 就是韩杰啊，没有错，他就是韩老师。哇，真的是韩老师哎！还好我不是最后一个知道。扯了吧！提到韩老师也太配了吧？难怪杂志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我刚刚说的，各位还有问题吗？我，好，马崇盛，你先。Oscar Han， 我是马总的马崇盛，我想请问你为什么要放弃橄榄餐桌来四品教书啊 ？Oscar Han， 我是三重的唐小刘，请问你跟姚欣迪是什么关系呢？还有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当厨师都可以把正面吗 ？Oscar Han， 请问你有跟姚欣迪一起吃过饭吗？哦，对了。我是天母的王麦子，天母有什么好臭屁的？天龙国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今天是怎么了？这么踊跃？可能他们这个年纪的小孩就是比较好奇呀、啊。那你不好奇吗？我，我干嘛好奇你的事啊？我不好奇。OK， 好，谢谢大家的关心啊。我和 Cindy 呢，不干你们的事。哦，讲笑死了。小事。就像你们一样，我不管你们是住三重还是住天母，对我来说，你们都是我的学生。我不会回答任何看料理无关的问题。我刚才说的计划，各位还有没有问题？我有问题。这边的学生有几个人啊？我买麦当劳请他们吃就好了，反正小学生最爱吃这些了。这年代谁还在吃板豆啊？对啊，做爱心名就可以有很多方式。麦子。如果我们买麦当劳给这些小选手吃，这样就失去我们的用意了。强大生刚才说的没有错，爱心可以有很多种方式，可是如果可以选一种助人又助己的方式，这样不是很好吗？你们想想看哦，这次的团扇准备量非常庞大，这是一个很好练习机会耶。哦，这样看不到甘味人生了，我还分析说台湾呢。起立。啊？起立。一点料理人的样子都没有，还叫什么料理高校生啊？厨师不会因为他的厨艺多高而骄傲自大。我在乎的是你们的态度，还有身为厨师专业的思维，好吗？海明，以后上课不要再涂指甲油，这对你还有对料理都非常不尊重，知道吗？还有你也是唐小牛，那些戒指、耳环这些全部拿掉。上课带那些东西干嘛？
Chanel， right？ 上课擦什么香水？你这样不止影响了自己的嗅觉，干扰其他同学做料理，知道吗？不要再让我闻到。臭死了！把他通通坐下。我们这次到明道国小替小球员易主，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身处于偏乡，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他们缺乏充分的营养补充。我们要做的就是照顾到，让他们饮食均衡。能够替这些小球员们准备料理，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不要忘记，我们终极目标是世界大学运动会耶。嗯，而且我跟韩老师都相信，各位同学一定可以从这次活动当中学到很多经验。所以，怎么样？我们大家一起试试看嘛。可是，方老师、韩老师，我想问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班费所剩不多，易主的经费怎么办啊？你们说呢？同学，我们买饮料回来了，来来来，每个人都有一罐。谢谢老师，方老师是人美心正，简直就是女神哦，这么好哦！祝方老师和韩老师有情人终成父母了。那好啦好啦好啦，我请你们喝饮料是要麻烦大家集思广益，不是让你在这边花言巧语哦。好，我们现在就来想看要怎么样才能募到这一次易主的经费。方老师，包在我身上。我愿意把我的用钱全部捐出来，这么好哦！圣诞节还没到，你干嘛跟李主任抢当圣诞老公公啊？我也可以捐发票啊！嗯，老师，嗯，这样我们就要跟李主任上街头表演铁头功或者胸口碎大石才能筹到经费了啦。对了，我们可以做点心，还有爱心料理，上街头义卖啊，对不对？反正现在募款募经费这么难。而且啊，我们是做料理最擅长的，我们一定会成功。哎，这个不错，这不错。阿瑟真的好聪明，好棒哦。嗯，好主意，阿瑟你真厉害。阿瑟这么厉害哦。我们干嘛去街头跟爱心团体抢生意啊？这年头爱心团体这么多，你在街上真的会去买那些爱心饼干来吃吗？不会嘛。我们还不如卖糖小，不，糖葫芦还比较有梗。糖葫芦，我看你是想做给你的女神阿瑟他阿嬷吧。不要再说我阿嬷了啦，唐小鸟，不然棉花糖怎么样？最近有很多创新的棉花糖，女生一定很喜欢。嗯，要做给女生的话，我们也可以做松饼棒棒糖，一定会有很多女生喜欢。松饼棒棒糖，我看看。其实我觉得我们不用现在决定要卖什么，哎，但是要抓到一个重点，就是要能够发挥我们的特色，而且能够拿来做义卖。方老师，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们可以推出多一点的选择，任君挑选嘛。这样好哦。老师，我也是这么想。哦，我们如果卖多一点的品项的话，才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麦子，你不要倒带回去听一下，老师说的重点是义卖。只要赚够食材费就好啦。那多出来的嘞，算谁的？而且，如果我做了点心，大热卖呢？其实到时候如果真的有多出来的经费，我们可以捐给爱心团体啊。这样助人助己，而且对大家都公平，这样不是很好吗？这样也挺好。如果你们想要做饼干的话，可以问老师哦，我什么都会，像是做巧克力饼啊、奶油饼。蝴蝶酥，或者是杏仁。钱老师学做甜点，第一次做饼干就上手。好啊，有选。口感要好，有三件事：第一是水分，再来就是糖分，第三就是油分。其他人呢？怎么只剩一个？人呢？哎呦，你干嘛把大家都赶走啊？我呢？汤小鸟。
干嘛？你看什么看？你都不用帮忙、哦。没有，我只是想到我很幸运的吃过你的特制饼干，那个味道真的是令人难忘。反正学长还不是都吃完。没有，我担心吓跑你亲爱的学长，所以我好心的只让他分担一片。多谢你的好心哦。我去给我。用你自己的。干嘛分什么你的我的？又不是小学生，男生女生中间画一道线。这个还我。还有这个，你弄到我了啦。你是要卖给刘璇的，还特制款？马同志，我给你们。哎，你很抱歉，现在无价，你买不起。你个土，榴莲马卡龙，你怎么了，榴莲马卡龙？你怎么被吃掉了？我跟你相依为命，共同努力那么久。怎么又是榴莲啊？这么臭，到底谁要买啊？就是因为臭，所以我们这些臭男生才会想买啊。榴莲马卡龙，你们会不会想买来吃看？我会。让本少爷来提点你们一下好了。做生意呢，就是要对消费者的口味，像我这个，你浓我浓，爱心可令饼，就是针对情侣档设计。女朋友都喜欢，男生怎么可能不买？你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刘璇，我的真心情意马德莲，提供客制化的客制服务，让约会的情侣感受到一大惊喜，哎，是送礼自用两相宜的好物哦。你拿回去自用啊。对，刘璇，那么好的点心，你选哪一个？我选我的松饼棒棒糖，可以一起分享出是最幸福的约会。哇，好浪漫哦！给我啦，我给你吃啊。刘璇，给我。刘璇，我给你吃，给我啦。干嘛？抢什么？抢什么？闹饥荒啊！老师看，啊，好可爱哟。哦，方老师想约会哦。我才没有哎。方老师，如果你跟韩老师约会的话，你会想要怎么样？约什么会啊？老师现在很忙，每天要弄四大运，还有易主，还要照顾你们这些小毛头。我哪有时间约会？骗人！骗人！干嘛啦？赶快做啦！怎么样？不做是不是？好，放学之后每一个人都留下来跟我约会。我马上做。你也太过分了吧！超不成你们呢。又添个什么气？今天摆饼干好了吧？这几包也都放上去。怎么样？分类好了没？好了好了，对了。来。活动，爱心义卖支持义组活动，请帮忙买包小点心。义卖的收入我们将会用在偏乡国小的义组活动哦。爱心义卖支持义组活动，爱心义卖支持义组活动。好了，大家，我们现在分开行动。好。爱心义卖支持义组活动。爱心饼干，看看喽。好吃好吃。
要这个吗？啊，100块，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谢谢。欢迎开箱哦，来参考一下小饼干、松饼棒棒糖。你要这个吗？100块，谢谢。谢谢。谢谢。爱心义卖支持，谢谢谢谢。爱心义卖。都没有人买了，没有关系，我们不要气馁，不然我们来想个办法吸引大家注意，怎么样？有什么办法？老师，还是我们跳好了。平常街头只要有人跳舞，就有一群人围观呢。这样我们可以趁机会去推销，怎么样？跳舞？你以为你跳会有人想看吗？你叫你阿妈来跳，都比你有卖点。我阿妈在外面很忙了。哎，好了好了好了，麦子，我们就让阿妈负责卖面就好。阿胜，我觉得跳舞这个主意不错。小牛 ，music。好，真的要跳。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你不觉得跳舞好吗？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冲动的战争，天生才会有我们。欢迎大家参考看看哦，试试看我们的小饼干很好吃哦，买一个看看嘛。哎，要去哪里啊？我在这里干嘛？勾我。我没事，干嘛勾你啊？不要。我们这次义卖饼干的 target 是否情侣，所以我们要假扮成情侣自己买气。白队是行销，没听过吗？有必要每次都这样搏命演出吗？而且这些学生都在，哎，好丢脸哦。我不怕丢脸，我来吧。你怎么会过来？瑞门跟我说，你带学生来这里义卖饼干，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我当然要来支持我的偶像啊。可是这样子要扮成我的女朋友，你不怕被误会？我就是想要被误会啊。哦。爱心饼干哦。正哦，我心底要啊，真的。Oscar， 今天在这里，我有件事情一定要告诉你，那就是我喜欢你，真的。老师，你吃到这个马卡龙，就代表你接受他的爱。吃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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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下去。下去不是因为我奶气变得这么旺盛。好，谢谢你的帮忙。这次的团膳呢，是根据师大运评体的规则，90分钟要完成3道菜，70分钟之后开始出菜，然后每10分钟要上一道菜。
那至于菜单的内容，我们是根据足球小将特地设计的营养套餐，内容有蘑菇鸡腿天使细面、蔬果沙拉，还有意大利蔬菜浓汤。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交给韩主厨，大家要好好表现哦。好。虽然我们这次经费有限，能做的都是一些简单的料理，但是我还是要请各位用最严谨的态度来面对今天的工作。阿胜，你负责热烹调；刘璇 ，sauce； 麦子、乔纳森，你们负责肉类处理；蔬菜还有煮面；小牛、轩雅；艾米、小华，你们负责切菜和煮汤。有没有问题？没有。开始动作。Yes, chef。强纳森，我要的是块状。这有烫过吗？全部给我拿回去重做。行了行了，快点快点。你切错了，蔬菜汤的料应该是要切丁才对啊。什么？早点讲，现在怎么办？没关系，冰箱里面还有多的备料，现在去拿，小心不要再切错了哦。快去快去。阿胜，你这个面都糊掉了，你没有发现吗？倒掉重煮。老师，我想说时间来不及。没有理由，不管吃料理的对象是谁，你都应该有厨师的坚持，知道吗？伸出来，快点！快点，快点，大家快快！这个才是我要的大小。上次才演完 Running Man， 这次又要演地狱厨房。麦子，各位同学，距离上菜还有五分钟，这次一组还没有结束，我们不可以就这样放弃。大家加油，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完成。
刘轩雅做得不错，继续加油。谢谢谢。艾米小华，切菜煮汤都是厨房里面的专业，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要慌。OK。是 chef。大家要记住，今天的自己是厨师，不是一昧听我命令的打杂学徒。猪浓汤有三分钟，动起来。Yes chef。厨师吗？小朋友，厨房很危险，范老师先带他出去。弟弟，你到外面等好不好？不行，我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厨师说。好，没关系。怎么了？你说。志工妈妈说，我一年可以许两个愿望，一次是圣诞节，一次是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可不可以请大厨师帮我做一顿以前妈妈帮我做的生日餐？我已经有三个生日没和妈妈一起过了，我好想念妈妈哦。好，没关系，妈妈都做怎么样的生日餐给你，我帮你想办法。以前过生日，妈妈都会帮我做麻油蛋煎面线，是香香脆脆的那种。我去买面线。老师，等一下，没有时间了。那小朋友愿望怎么办？没关系，我用这个。这也太会颠锅了吧？对啊，而且中西合并太有创意了。如果加上一点芒果，会不会更好一点？是意大利人的面线，它叫做天使细面。我只是稍微结合我们台湾那麻油料理的做法下去做的，好吃哈。好吃。开动。来吃，来吃。唐老师，我真没想到你对一个小朋友也可以这么认真的解释料理的事情。这只是厨师的本分之一，我们都要用心的对待每一个吃料理的人。帅，唐老师，我也想学那个电锅。韩老师，谢谢你严厉的指导，我们才可以有这么成功的结果。是
什么严厉，简直就是魔鬼，但是是帅才的魔鬼。什么？方老师的功劳也很多，好不好？是不是？我方春辉，方春辉，方春辉，好了好了，别闹了啦，我们有饮料，赶快请小朋友喝吧。好，好，赶快，等一下到的时候说谢谢，有没有听到？谁要喝？明道国小足球队的小朋友，我们呢一起来感谢四平餐饮的老师和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爱心。预备，起！谢谢厨师哥哥和厨师姐姐，谢谢，谢谢。陶老师、方老师，等一下我们吃饱饭的时候，是不是一起踢着足球，然后运动一下？大家一起吗？对啊。好啊。当然好啊，小朋友们，待会要脚下留情哦。吃饱之后，我们一起去操场踢足球，好不好？好啊。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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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我的眼里只有闪烁你的单纯，这不是数学无法对等，青春愚蠢的认真，祝我们战争有波折才会有我们。不能沉默，双脚在颤抖，还是要一步步向前走，不能退缩，什么一鼓作气全都说出口，还没看清楚的明天怎么就陪我面对，有你们在我身边一起追，勇气就加倍，一起把青春热血回忆都唱成歌，给未来的我们听着，简单的笑着哭着爱着你，喂，方小柔，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哦，没有啦，就白天我陪小朋友去踢球啊，下午就回来学校整理世大运的资料，弄到现在。哎，那你回来帮我买一个咸酥鸡，还有一个珍珠奶茶，我快饿死了。好啦，快点哦，等点宵夜，拜拜。嗯，拜拜。早点回家好
你知道他那个料理教室有多可怕吗？有很多学生都垮掉鬼啊！想确认你身边没有暧昧的其他对象，爱我的留言你会最